Angela，水相关的新闻，今天在的故宫，明年过节为啥还带提防？有栋风炮也提下水，从高震度就四级熔残浆，因为好高天气经费大错变作全台湾唯一的熔残显发好高，那的残水就为好高上下太逼的水调，有小朋友组织的熔残探险队，很多环境教育的课程地图，好多修复家乡的生命之水。细细个化妆，不用用钱，一年的手续马上就省钱诶！一种挑新娘的爽快，朋友一样的小朋友欢喜啊，尽兴。很冰很冰，我知道，超级冰超级冰。俺本娘的米西当然有机会下载来，下次还想要再来玩。人民币看到的用钱，经过环境改造以后，都有教育的功能，不但解除了一天的手续，还成为教育安全的教学宠物。现在的孩子要去河坝里边搞水呢，没简单。可是这一座呢，相对的也取代了这样子的功能。对，打开来，本水流向它该往的流向，没对拢围堵起来。本身因地讲，太子爷有太子爷力量啊，应该不易回到该走的路线。安泰嗰啲水本水坡嘅从天来变啊，真简单。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在接上干线以后，马上为出国妈妈最好的帮助。在闽南国小，用钱能做得高，还做得同学教的上钱。啊，吃了水，爱钱啊！吃了水，本来如水冲好爱钱啊，有时间水冲爱小偷嘛爱，啊等二十总天来讲唔判得啦。啊，地下水，个伊出了爱水，我连个奉骗啦。好讲。从佢攞来用吃来水，差不多一整年水钱差不多两，像人哋好讲，差不多四五百个人来使用吼，一整年差不多两三千元的水费。因为人哋用阿度用泉水以后呢，人哋好讲水费一整年差不多八九百元咧，唔可以一年下来人哋都可以停，更加省气，会两万元。做物嘅闽南国社会出现用钱，水问题的专家指出，闽南平人要抽住林边同岐山三台用钱的资本期。其中，闽南属于岐山资本企业一部分，也用泉州的地下水同地面水交界地方，苏打比以后自然不出来水源。那因为地质上的关系啊，所以说，在美浓地区啊，接受到这一些的下雨完以后，经过土壤渗入到地层底下，那么往下走动的过程里面，遇到一些比较细的颗粒的粘土层，那么它承受压力就会涌出到地表，我们叫做涌泉。那如果说是有井打下去的时候，我们叫做涌井。为了让用泉实体的生态更加丰富，一群人因用泉组成的用泉探险队的队员，让水塘的蓝白结交，一步一脚印种下各色的水生植物。也水塘队的观音的专注乐观见证，是小朋友舒服环境最好的成果。我们之前有在这里看过蝌蚪，然后过来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他们就长成青蛙了。有怪的牙链，还有风吹，同怕风干的掉。哦，这类的水生植物是属于停水性的，因为结合我们自然课程的一个课程内容，让它对真正水的一个生态，以及在周边的一个植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种下一条条的水生植物，嘛种下全球时生对用泉实体的关心。提出水接管普及以后，闽南地区对用泉的需求已经无从停摆。更加也该从天来地下拨出的本粮，已经悄悄地一年的时节，重新创起饮水共生的机会。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对你的生活地图了解用餐，在哪里饮水莫是食材，有各种的用途。看看无本无样的用餐水，也水土生活最好的避难所。从日本还发展出体系性的用餐地图，提供灾难发生的时节紧急代替训练。不过，日本本料理用餐在取消的时钟，最重要的条件是维护环境的强力。冷杀下来番薯叶，在用前后简单洗一下，安尼洗起来口感会更好。喺那睇面农族做下几面，日常生活同用前的关系相当的深。日后将改好哦，唔好停水叫，安尼嘅水所水痕。
磨落以后会甜很多，哎呀，佮唔会嘅，也顶床都引出水，所以真蛮认真。用钱的水可以洗菜，抹可以香叶，还有去闽南传统的市场，一间间三吞人的美食店，提水饺的香叶历史有五十年。高端咸咸的潜水，透过米的手臂扎，适当五叶露清新鲜。露提下水煮了三了，所以分发下的，是呀、啊，发酵下的得下来，下来的五叶用的过没事，还是呛咩？哎。像永远跟他说有水才会有人，有人之后聚落会开始成立，所以当间有水之后，这些聚落慢慢的成型，慢慢的变大，那当然人类的文化也慢慢的在这里产生。人意思水神法，水阴天水马强健的人群，最后贴出一层一层的七道文化。大量用钱探险队做水质检测的王太准表示，闽南天气用钱丰富，水质的状况一定好。地方居民更要确保用水环境无受到污染，安尼气候文化发展能够长久。如果水不干净的话，像是那个工业污染，那个鱼可能就会死掉，或者是萤火虫会减少。然后如果好的水没有受污染的话，鱼可能就会活得很健康。一般的氨氮是一些有机废物。或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分量废水，如果有人偷排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的浓度就会变高。第二个，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些污染物很多的时候，溶氧会降低，那鱼虾蟹贝不喜欢这个地方。这些地面水可能因为农业的使用，然后畜牧的使用而已经被污染，或者民生的使用已经污染到，可是呢，涌泉却从地底源源不绝的去供应干净的水，所以我们在生态上面，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水生生物避难的一个洛阳方舟。高一同林务局合作研究台湾用钱的熊一文指出，先前的用钱透过他们游泳法发展污染的水，嘛增加水生物的生存机会。听一般用钱店还会把做地图作为经济的救命水，以新一种的熊本地图为例，提全市无法度马上提供此类水以后，当地居民会拿顿用钱地图。多沙企业夫群请替代水源。熊本是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一张熊本市的涌泉地图，然后他让熊本的灾民知道在灾难的时候去哪边可以拿到让他们维持生命下去的救命水。托家学派创始人罗志，要用松山药水水山的万物而不脏来形容水对万物的重要性。体工业化发展的基本业，面对各式的环境污染，同河点边就发生的天灾，罗一批同水冲绳的智慧，坚持的他家人来重新看待。中共用水的环境保护下来的，能有机会建立最后一套生存的水防线。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